不是，你看上海的那个南京路那些大的中药店嘛，比较贵的。南京路啊，第一药品还是什么？对，第一药品这样子。南京的东路了，你说南京路。但是我走那步行街那边。步行街那东路了，南京路。这个啊，
没有看到。他是女士啊，都不来开会。机器谁啊？他是老道，中国是。